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我们今天再来私塾，继续游玩上次的吧。哎呀，为什么不让我按呢？你上次是玩到这里吗？来，让我调个声音吧，让我调个声音。上次是玩到哪里？我想一下，有新奇的东西中始终会坏掉，尤其钥匙当年大家还不知道，也许在我这边说不定比较真实。我为什么不能直接调查？哦，为什么不能直接搜索呢？Why？难得，都是的。我犹豫了吗？并不是啊，我是觉得可以直接搜索。不过这边还是依旧明亮了，我只能这样讲。这个狗跟公鸡是站在我面前的吗？之前，我记得这个柱子原本不是在我面前的哦。我记得这一边跟狗都是在后面，这个柱子，这个柱子也是啊。还是我玩的时候依旧没有专心听，没有专心看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啊，不管了。猫咪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睡，洗洗睡。呢？哪尼？我是什么树？啊？公主大人，你找到钥匙吗？当然没有，你跟我开玩笑哦。这样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？那也许对公主大人已经不重要了。啥？你为什么要这样讲？难道利用把粉红色的钥匙？啊？他在最后给了我这个，他很后悔，害你遇到这样事情。然而，这是那个人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枷锁，如今他希望这个枷锁能成为公主大人的契卡拉。啊，您忘了吗？没关系的。我想，他可能也希望您能够忘记他所伤害过您的事实，留在了纯洁的公主大人心中，也会害您染上其他的色彩。公主大人，我是来救您出去的，唔怪是你的红根，爱是那个人，就连这座城堡都不愿意让你离开，所以还要逃到更远的地方。但离开的城市的路相当遥远。由于我们上集还是上上集呢，有看过那个不是桌上有把信吗？然后那个好像是猎人写的信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猎人，我不知道。就是外面人一样，就是想要把我们现在操控的女主角束缚在一个点。踏上旅程就足够准备，我是为谁而来的？我和他还有他们，都已经为公主大人准备好了。这里有一个生物，就是他了。对，他也是要把公主大人监禁起来，就不是算监禁了，就是拘留在身边的人了。我要回去啊！我要看东西。等下这粉红色到底是什么啊？公主房间钥匙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钥匙会在猎人那里呢？好奇怪呀、等一下，跟着下去。可是问题就是来着说，没关系啊，我们。快速进入，我们把钥匙找到钥匙对了吧？雪姐离开的时候，现在我看到那一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他不懂公主大人，我也不懂，但是我相信公主大人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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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这不要犹豫，前进吧。所以我把钥匙交给谁才是正确的呢？
是吧？我要把钥匙交给谁才是最正确的？我到底要把钥匙交给谁？我不能把钥匙直接藏在这边吗？这边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藏，不给我藏？你认真的？好难过哦，纯白钥匙。所以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差有10个蘑菇可以吃吗？我只差一个蘑菇没拿到吗？那么您见您，我忘记失忆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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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可以把那个钥匙给我吗？母亲大人说过一句我很在意的话，这才会派上真正用场。放我，然后给你。因为我也不知道给谁才好啊，你们这样考倒我了，所以我得说，给你，你那么喜欢就送给你好不好？讲真的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要给谁了，而且我还有一个蘑菇没有拿到，算了，好难过，难过，哭哭。不过我就觉得这边应该还有更多玄机，如果想成为猫咪的话，是不是也？要把它吃掉呢？应该不是了，呵呵，不是啊，我就觉得还有应该更多的玄机在这里面，只是没找到。对，好啦，走啦。哎，不让我走。到梦结束，哦，这好难玩哦，可恶！因为我吃了蘑菇以后，我就不知道我后续的进展要干嘛。哎，你不让我离开，是不是？我会拿斧头劈你哦。你是没看到我手上拿啊？算了，不能。等一下哦，冷静。我们这之前我们是偏鬼畜跟冷静，然后现在是只偏冷静而已。莫名其妙。我明明就玩得很激动，不要，我是说我明明就玩得很。没事。好了，我来给你啊。没有，对，走，一个 C。我也真不明白，好啦，我也不知道啦。你问我，我问鬼哦、喔。你问我，我问鬼哦、喔。走啦，你快点给我走，不然我会扁你。这样可以吗？也许也根本没有人想听吧。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要听啊。你又要讲什么？我一直都很的他的存在，什么东西？他，人们般命名哦，他虽然很漂亮，这我有念过吗？我念过了，我真的念过了，我又念过了。我们又来到了这里。武器房，所有的武器房原来长得跟他一样啊，不是，我说我跟他一样。你的所谓的武器房就是这么的温馨可爱是吗？好温馨哦、喔。可是我又不能拿这些东西齁，真的。好喽，我们看完了。好吧，没什么事情可以做。难道找不到你喜欢的武器？我又是找得到，我还会来这里吗？切，我铅笔了，笔吗？好了，然后有脚步声，我知道。又要上演一出猎人已死的，我们可以跳过这边了。哎呀呀，我们被带回来了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好了，回来了。我是不是把钥匙藏？这又是什么？这故事书了。又是三，这也是读过的、啊。耶、yeah, ，我读完了，感动。
好吧，猎人的头都被关在那上面，我要怎么处理？斧头并没有被没收，白色钥匙也是，可是，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赶快结束现在，然后开启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再继续往下走。因为我等一下，对啊，我发现我有一个，哎，这是不是不管怎么玩都是只有一个结局啊？睡觉吧，哭哭，哭哭啊！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？啊，又是镜中的视线。好难过，好难过，重新开始，again，逃到这里四个进来，谁？我怎么知道这里啊？哪尼？果然忘了我们是吗？我们应该记得吗？不过那重要吗？你等一下，赶快离开。唉，好难过。总之，我要先把蘑菇收齐，然后，哎，我总共会有10颗蘑菇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很好看啊，它自己虽然说很好看，但是，没有蘑菇啊，颇为压抑啊，对不起。我现在目前有谜底，就是说有几个谜底啊，就是一个是信，为什么会有一直寄信来，然后就是影子的世界，就是吃了蘑菇以后，就吃了大概是二级毒品的蘑菇以后，然后就会晕眩，产生幻觉的样子。不过家里会长出蘑菇也不简单啦，我是怀疑他们家的木头是放还没多久。这让人颇为百思不得其解。7颗还没？有吗？打开小衣柜。我是觉得应该还有一个，只是怎么找不到？还有2个啊？喂，还有2个不是吗？怎么找不到？我知道这是灯啦。好了，我现在是找蘑菇达人呢，都是不太好，你们。哎，我要蘑菇，就只差2粒而已，还有一个。真的，还有一个，快点，再给我一个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在哪里拿啊？这里吗？没有啊。等一下哦，怎么找不到？先把灯关掉，说不定要关灯才找得到。真的没有。哎，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就先吃啊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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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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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应该是能存档啊，我就存在上面这边，这个，忘，就这个。好，就这边。睡饱饱，然后他终于出现了，然后，来。哎呀呀呀呀！好恐怖啊！
我先讲可以吗？睡一觉大一寸。猫咪找猫咪的是第几个啊？第二个吗？好像不是诶，他，我知道你是找苹果的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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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哎呀，好病娇啊！不过这样子有点可爱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没事啊，因为我只是要把那个猫咪那边解掉就可以了。是，好啦。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其他剧情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集再会咯，拜拜。